吴宗宪、露露、陈汉典20号终于以重大热门获得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奖，开心中指5连杠。其中陈汉典是首次敲中，他在台上激动泛泪，讲感言时特别感谢小 S 和蔡康永，让许多人从康熙更认识他。而典礼结束后，被点名的小 S 也发文，内容写着：“恭喜汉典，我知道你非常想拿这个奖，很替你开心。”最后还写了一句：“祝你平安。”虽然文字看起来很温馨，但他却截图上传了一张陈汉典嘴歪还闭眼的丑照，让许多网友笑翻留言：“截图实在太坏了。”而陈汉典看到后也跑来留言：“谢谢 S 姐，爱你哦，我先睡一下。”没想到小 S 直接回：“不急着醒来。”爆笑互动也让网友笑说：“还以为是在看康熙，果然很有 S 姐的风格。”也恭喜汉典终于得奖啦！Thank you.